是我们的先天。啦啦啦啦啦啦，龙集团，一起快乐的好伙伴，青春的能量，把邮箱加满，全力冲向梦的终点。啦啦啦啦啦啦，龙集团，一起勇敢的好伙伴，友谊的力量，让我们向前，梦的终点鲜花铺满，梦的终点鲜花铺满。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不说你说，我再也不理你们了。你们玩完了。哎呀，蓝光龙集团，白银时代。九尾狐说的一点都没错，这森林里面还真的只有这块空地最适合林峰升级了。哎，林峰，你再说说那个什么跳法的技术要领啊？我是真的没搞懂哎。系统提示，系统提示，林峰必须以蹲下的姿势，用双腿的爆发力量，以垂直90度的角度越高20米，着地后可达到白银级别的充能状态。弯腿往上跳，哎，这不是青蛙跳吗？嗨嗨，菲菲，这可是个考验哦。你们放心吧，来，林峰，给大家露一手。充能准备。好嘞，看我20米青蛙跳。不好了，中装错误，充能取消，重新开始。菲菲，你的青蛙跳可真不错呀。林峰想用青蛙跳来升级，做梦！我早就挖好了陷阱在等着你呢，看你怎么跳，你跳啊！九尾狐来信号了，快藏起来！啊，有好戏看了，跳！再来，多练习一下，菲菲。林峰跳得越来越高了，加油啊！我是谁？我是天才菲菲。大家小心，有陷阱。动作错误，充能取消，请重新开始，请重新开始。还要重新开始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还有是土狼在捣蛋。这下麻烦了，怎么办呢？要是能把碎土粘起来，让地面变成大蹦床，那林峰就不怕了。这个我行，我四雷仓库里有更好的东西，果冻胶水。四雷库，不行啊，歪歪扭扭的，我适应不了了。哇，看来还得慢慢的适应啊。啊，林峰居然还能跳，而且还跳出花样来了。得想其他办法。其他的办法，对，让我好好的想一想，好好的想一想。水。
用水来融化讨厌的胶水，我真是太有才了。哎哎，哎呀，17米，18米，菲菲加油啊！林峰加油，菲菲加油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菲菲，快跳，加油啊！好的。不行啊，根本跳不起来。警报，受地形影响，无法完成指定动作。该死！真是太讨厌了。要是水也能冻住多好啊！啊，用冰。一地登场！一地好样的，李峰加油！怎么搞的？又开始跳了。好冷啊，好冷啊，怎么水突然结冰了？哎呀冷啊。我真的服了你了，居然还能跳，但是我土狼的智慧也是源源不断的。我用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蒸汽炸弹把你们结的冰又融化掉。怎么了？又出什么事了？啊，不好，这种炸弹是蒸汽构成的，是看不见的，怪事的土狼。哼，咖喱，召唤紫金云，搜寻敌人的下落。是。紫金云正在搜寻我们，我去找机会把他引开。去吧去吧，这种小事就不要向我汇报了。我打。太好了，太美妙了，你们永远也别想升级了。我打。真热呀，真热呀，居然用蒸汽来烤我。等我出去了，我也让土狼尝尝这个滋味。有了，热气虽然可以化解冰冻，也能让泥浆变干脱落。如果我们让啸天把热气加大，那地面就会因烘烤而变得干燥结实，这样林峰又可以跳起来了。好的，啸天出世，热浪吼。他怎么又跳起来了？不行，我得再想一个高招。最有效的办法是，对，直接打。我要用炮弹把林峰轰下来，攻击。怎么没打？怎么回事呀？这破玩意儿，关键的时候你居然罢工了，气死我了！我看看，出了什么事儿？哎呀，望远镜堵住了。哎呀，终于够着了。这不是土狼吗？我看。升级中受到外界干扰，系统较快运行，无法控制。系统控制不了了，蓝猫。
狼，雷锋，又不行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会不会又是土狼搞的鬼？不会吧，土狼他动不了了呀。那会不会是有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呢？我的妈呀！糟了，看来土狼身体上的黑烟有问题。蓝猫，快赶走土狼！明白，烈焰球。哎呀，终于出来了！哎呀，系统恢复正常，开始能量积累。看来林峰在升级的时候容易受浓烟的干扰，真想不到啊。功率积累最大，开始青蛙跳。真没用。哎呀，真是倒霉呀。真没用。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都没搞定他们？这个嘛，不是敌人太狡猾了。少找借口，林凤在升级的时候如果被浓烟干扰就会出现混乱，自然也就会泄露能量，这可是个好机会。还有这种事儿？千真万确，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怎么又是我呀？执行任务吧。不，我不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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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去接近林峰，把这个绑在尾巴上，再使劲摇几下，浓烟将是你制胜的法宝，很好。还有这个，有这层润滑油在，你会比泥鳅还滑溜。看，那是你的舞伴，去跳舞吧！跳舞，跳舞啊！没办法，为了我弟弟只好委屈你了。要怪就怪你自己太笨，丧失那么多好机会。白云级别升级中。舞伴，我们来跳舞，跳舞！快拦住他！站住！站住！土狗，你站住！土狗，站住！快！土狼身上除了润滑油，抓不住啊！我们来跳舞！舞伴，来，一起跳吧！检查到能量干扰，升级失控中。又出问题了，蓝猫，我控制不了了。土狼，去，爬到林峰的脚上，破坏林峰头顶的能量球，去吧。我爬。干扰无法消除，进入非正常升级状态。我的妈呀！快恢复正常啊！警告！如果不阻止能量泄露，林峰将会失去所有技能，彻底报废。警告！如果不阻止能量泄露，林峰将会失去所有技能。飞飞，蓝猫等人为了阻止林峰的能量释放，绞尽脑汁，却被九尾狐暗中一次次的破坏。他们能想出办法把林峰从绝境中拯救出来吗？请看下。